那么好的，这一期视频顶级志愿兵排位赛它来了。咱们这一期视频的阵容呢，是往期阵容里面最强的一次。至于实战效果怎么样，你们看了就知道了。另外这个时候呢，可能就有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发现了，我玩的皮肤呢是哪吒的雪上飞燕，但是我的哪吒熟练度呢却是个小绿豆。但是这些都没有关系，只要我们看一下大神的攻略，我们就可以变强。好，来看一下敌人的防御塔越少，哪吒大刀的威慑力就越大。来自京城口红馆的攻略，这名字一看就是个大神。在你看完攻略过后呢，我感觉我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了。摇摆摇摆，既然过年嘛，那就放点喜庆的 BGM 音乐来。那么这一局呢，咱们对线的是时空阵。哪吒打时空阵的话，咱们就连人带兵一起打。哪吒的一技能呢是范围伤害，并且自带制裁效果，时空阵一起打我们的话是打不过的。咱们呢只需要连人带兵一起打，只要我们升到二级，他就大限将至了。咱们的二技能可以加免伤。现在我和时空阵呢都是残血，但是我有斩杀，所以这波是我赢了。拿下一血过后呢，结果对面的老虎直接红开抓兵啊，搞得我非常的难受。不过对面时空阵呢少吃两个兵，这一波还是我赚。但是等到我复活回到线上过后呢，咱们就已经逆风了啊！这个转变非常的快啊，我都没有反应过来。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关系，咱们这个阵容强势的地方就是四级过后可以集体抓人，所以咱们现在的劣势根本不足挂齿。那么现在咱们距离四级只差一兵之遥，前面还有个残血小兵，咱们过去把他给收掉。好，四级到，咱们四方大刀锁定对面老虎。咱们在天上飞的时候呢，不要忘记一件事，那就是把方向盘反拉，因为这样子可以把敌人给反退回来。完了。啊，有一说一，挺刺激的。刚刚那一波啊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个意外。现在呢，我们队友已经全部升到了四级，是时候让对面见识见识我们阵容的恐怖之处了。下路刚刚打完一波架，孙策和牛魔王大招呢，马上就要好了，那咱们就来先手开波团，大招锁定干将，直接起飞。看我在空中飞行着飘逸的身法，只要被我锁定，你就休想逃走。大招反对，杰哥一起来了，直接一捆被顶飞的，好、啊、溜达溜达溜达。可是我们的牛魔王直接冲进去了。啊，算了吧，卖了一个辅助无所谓。这局会输必不可能。中路打团呢，咱们开大支援，锁定对面的 C 位，咱们直接起飞。你还想跑，我这一头撞死你。收掉干将过后呢，回头发现了一个残血虞姬，这个虞姬非常之帅啊，直接闪现穿墙，咱们一个斩杀给他带走。打出一点小优势过后呢，咱们就来推塔。推完防御塔过后呢，就遇到对面的钟馗。这钟馗呢就他一个人，咱们不用担心，干将来了咱们利用走位躲技能走位，哎走位再走，哎我的天哪，这钟馗呢也在甩钩子，咱们小心点。哎走位漂亮，这一波啊成功的节省了回城时间，非常的不错。那么这里呢，咱们来带下上线，对面干将出来了，哎走位躲技能，哎走位躲技能打不着，哎清完兵线咱们直接溜。在拐角出刀遇到了老虎，然后又发现了钟馗啊，咱们小心一点啊，走位哎吸吧，哎二技能一捆，哎换位置吸不着，哎当我没说，哎牛魔武之前大招来了，还有机会，这一波走位走位躲技能不死。好，复活了，节目效果呢已经做够了，接下来该认真了，释放大招锁定那边残血时空阵，他的人头我必拿下。飞行途中呢，牛魔也传送过来了，落地过后呢，时空阵穿起枪跑，咱们二技能恐怖点斩杀直接带走，拿了好处直接溜，咱们不要恋战。咱们玩哪吒的一定要多带线，如果有事咱们就用大招支援，注意这种时候呢一定要多看队友的视野。狂暴后裔在跟对面老虎粘撸，哎等一下，牛魔大招救一下呀，啊看样子应该是救不了了，不过这个老虎是个残血，咱们大招好了直接飞他。我来了，钟馗倒下没有关系，与大我也没有关系，大招直接钟馗也斩杀带走。对面似乎在砍刀，咱们开个刀砍一波视野。孙策上的，我这边放大了，咱们也赶紧跟过去。你们以为我们知道了一个人？不，我们全部都到了啊！当然，除了后羿，他还搁那打红呢。老虎想跑，咱们直接追。哎呀，我去，怎么给我 Q 拐了？好，是你要跟我的，先斩杀带走时空阵，然后一技能接皮带走钟馗，这一波完美团战。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孙策打得好了，咱们再冲一次。哎，我怎么下车了？不过没有关系，咱们使用二技能捆虞姬，配合队友直接带走，击杀掉了虞姬，咱们就来拆塔。看这里，下路有个清线的时空阵，先别急着上，咱们开个大刀看一下视野，果然就剩他一个人，咱们直接上大招一开滑雪，我滑撞死你。这一波看似我一个人到了，其实我们都到了，牛魔王传送过来了，后羿的大招呢也飞过来了，武则天呢释放了个一技能，直接就把他收掉了，这就是资源牛，一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将敌人围殴致死，非常的残忍。哎，毕竟过年了嘛，虽然我们跟对面是敌人，但还是要送上祝福的。好的，那咱们就开始给对面拜年。咱们的后羿呢，这个时候射出大招，我呢也不甘落后，释放大招给他开个视野，锁定干将过后，咱们直接飞。那么新的一年，我是各位新年快乐！这里被包围了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的队友中枪了。哎呀，真的捞！咱们回头一捆，武则天丢出一技能，好，这一波恭喜发财，拿个积分步步高升。孙策收掉残血钟馗，辞旧迎新。中路爆发团战，咱们开大支援，锁定敌方虞姬，用我们最快的速度给他送上祝福。那么新的一年，我希望各位还有虞姬笑口常开，收掉虞姬过后还安全走出鲍鱼圈，这一波叫做什么？这一波叫做好运连连。好，对面老虎带线多单，
话不多说，直接开打看视野，直接锁定那面裴擒虎，这一波叫做虎虎生威，刘邦武这些后裔孙子全部开打。那么新的一年，祝各位武夫你们残血老想把咱们刘备弄将起带走。孙子开专场也奇怪了，这一波是一帆风顺，还一次性控住两个塞尾，这一波好事成双。敌人想跑，咱们乘胜追击，直接越塔，不要管那么多，他们想拦都拦不住，这就是财源滚滚来。带走虞姬过后呢，对面郑盔直接把我丢了过去，那么这就是招财进宝。战斗到最后呢，咱们这边还是三个队友，对面还剩一个司空正。那么这个祝福是什么呢？各位可以在弹幕里面猜一下，你们看这后裔无视对面司空正，直接选择推塔啊，这人能处。刘邦呢也传送过来，配合后裔成功的带走了司空正。最后一波团战打完过后呢，咱们还是一个残血小兵，三个队友。那么这一个祝福呢，我相信有的观众朋友们已经知道了。对的，没错，就是年年有余。那么本期的正片内容就先到这里了。那么视频最后呢，希望各位可以好好玩，新年放松放松。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就上点关注一下吧。啊，对的，这道战的皮肤打击感很强哦。那么我是关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